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一生的故事，你还愿意度过这一生吗？曾有一人来到这个世界，他的一生只有33岁。他早已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，于是被出卖的那一夜他没有离开，被定罪的那一刻他没有反抗，被兵丁嘲笑的那一刻他没有还口，背起十字架的那一刻他默然不语，被钉透双手的那一刻他没有恨，在死去的最后一刻他说成了，因着爱他甘愿如此。然而故事结局不是死亡，乃是复活。